脑袋里无时无刻蹦出丰富的想象，常常被说：“哇，你怎么想得到这个？”其实只要框架小一点，视线就更宽广一点。为了筹备下个摄影展，找寻美的事物，绝对不能让灵感卡在半路上。随时随地都要记录我的想法。你问我拍照最在意什么？当然是精准呈现照片每个细节，100%还原按下快门的感觉。想得多快就做得多快，每个瞬间都跟上我的想法，这就是我完美的一天。